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简单爱。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是《刚刚好的孤独》。好，那怎样叫刚刚好的孤独呢？这种是一种只属于自己，而且可以让你自己很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去运用的时间。好，而且呢，你不会被周遭的这个杂音所干扰，然后呢，用自己最认为最舒服的方式去过生活。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你内心会萌出一个新的自我，并靠着这个崭新的力量充实自己的内在。好，那在独身自立而活的同时呢，也要在自我孤独的不妨碍的状态下，好，跟他人呢建立没有负担的连结意识。所以就是这个在独处的时候，这个刚刚好的孤独就是这个社交距离的重要性。你黏得太紧了，又要一直每天的互动啊，然后什么之类的，你会觉得很累。那如果说呢，又都远离尘嚣，自己关起来，这样子好像也生活不了下去。所以呢，就是这个刚刚好这个距离呢，就是非常的难拿捏的。那这本书就在举例了很多孤独的好处，独处的好处，好，然后刚刚好的孤独的重要性。它是比较能够去探索自我，然后发自内心的。好，所以呢，在独身自立而活的同时呢，也要在自我的孤独不被妨碍的这个情况，跟他人保有一种没有负担的连结。因为我们现在跟他人的连结很频繁，因为我们还在工作，我们还在上班，我们还在这个社会的生活下面，跟别人完全没有连结是不可能的。那怎样变立起无负担的连结，就变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领会孤独，才能更加明白珍惜他人，也要学会怎样去爱别人。因为呢，非常珍惜的自我孤独，所以呢，也会十分的尊重体会他人的孤独，然后彼此呢做到一种互相尊重，然后危急时刻呢又会向自己伸出援手的朋友。好，那孤独其实是最大的自由。我们一个人出生也是一个人死去，没有人陪你吧，对不对？除非是刚好同时出生的，好，或同时死去的，但是你也不认识他，他可能也不认识你。所以呢，其实孤独是一种忠于自我的活着。那刚刚好的独处时光能改变人生，有人会觉得跟大家在一起是很开心的事情，那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一个人才轻松自在。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这样子的话是最好的。那孤独力呢，就是平时乐于享受生活，遇到紧急的时候会对他人伸出援手，好，请求他人的帮助，或是接受他人的帮助，这样子才是比较好的。那现在来讲难听点，少子化的问题，那以后我们很可能都会变成独居老人哦，对不对？那所以这一个方面的能力，不管是你怎么样一个状态，就算你有结婚或是没结婚也都好，最后很有可能你的另外一半跟你的兴趣不一样，然后你们各自过各自的生活。那也很有可能就是某一个人会先离开这个人世界，你也必须得孤独的生活下去。我们也不可能24小时黏 TT 的在一起。所以呢，就是越退休之后，这个孤独的独处的这个议题呢是越来越重要的。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开始练习这个独处的能力。那昨天刚好一个以前的学生打电话来，他就跟我，因为他是一个多重障碍的一个学生，那他现在也很不容易，他已经跨出去一步，他已经开始去一个工作坊去工作了，好，那他已经开始踏出他的正常生活人生。因为他们要去自己可以这样子独立的去工作，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训练的事情。那他就因为他们家，因为他的原因呢，导致他们全家呢都有一些，讲难听点，就是家里如果说有人生了很重的病情，那就是家里都会受累嘛，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那所以呢，妹妹也因为他们家里的这种状况，所以妹妹也有忧郁症的情况发生。那妈妈也因为照顾小孩子，那现在就是脱离了，因为小孩子可以独立了，那变成他自己一个人。那他在因为他在南部又没有一些后援，所以他也是变成很需要自己独处，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又有这个恐慌症啊，就焦虑症就又全部都出来了，忧郁症好等等的。所以就是说呢，我们要有学会这个孤独力，好，去
生活才行，不能就是老是要依附着别人在一起。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也是不管你有没有伴都要 很认真的学习这一块。好，那孤独呢是选择自己想要的时间跟地点，那孤立呢是没有人可以仰赖，不得不脱离社会生活。好，那再过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第一个提升自主性，不要再过察言观色的日子。第二个呢能确立自我的价值观，然后有更强大的自我认同感。第三个呢渐渐减少被社会压迫的这种感觉。第四个呢涌现不受他人影响的独特观点。第五个呢独活能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好，那第六个可以发现真实的自我。第七个呢因为领会孤独就可以更加珍惜别人，学会怎么去爱别人。所以我们要抛下执着，会发现更多其实舍得也无所谓的东西。好，自己就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自己最重要，照顾好自己才能去照顾别人，所以最应该珍视的是自己。那人呢是水瓶跟垂直的，水瓶就是跟他人联系建立关系，垂直就是我们自己热爱孤独且言行出格的，所以就是会一直这个交错着。那独处呢应该重视自己的时间，然后专注就能达到目标，热爱孤独呢才能追求真理，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也重新审视自我内心的样貌，过去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了。好，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这个能力是我们应该大家都要锻炼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好好，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这个刚刚好的孤独这一本书，谢谢。